谢。超鲜甜！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开箱微风南山的美食。微风南山在后面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都已经做好功课，要吃哪几家了，帮大家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，它到底在红什么？我们赶快去吃吧。来到了，旁边超多人，拍一下旁边，超可怕。超浓，你点什么口味的？它是写世界最浓的抹茶，一球200块，真的很浓郁，它有那个抹茶的苦度，超绿哎、欸，它很绿，但我觉得蛮好吃的哎、欸。它还有其他的浓度吗？它有从1号到7号，那我是买7号，我想说要吃就吃最浓的。但如果你们不想吃太浓的抹茶，我觉得搞不好点6号、5号差不多。大概吃到第3口，就觉得有抹茶卡在喉咙，太过浓郁了。但如果你是非常非常热爱抹茶的话，是可以尝试看看的。我们决定要点一个炸牡蛎，然后再点一个炸鸡翅。它有超多吃的，然后有什么烤鸡，然后猪脚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茶碗蒸、海鲜、竹夹鱼。超市里面他们就有自己的熟食，然后就很丰盛。鸡翅长这样，我们只买了一个。它虽然里面是 juicy 的，但是因为它外面已经放有点久了，所以它是炸的，没有很脆。你太夸张了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过于浮夸。我刚刚吃那牡蛎啊，虽然里面算不错吃，可是我觉得冷掉了，海鲜炸完冷掉之后，就是它外面就有点太油，还是建议大家在这里赶快冲进去买那些很猛的东西，外面的感觉可以不要买炸的，买那种。或是要等它刚出炉的时候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刚看到厉害的来了，在那边。应该就是有很多海鲜的寿司便当之类的，你看一下，这店长推荐，还有雪蟹、蛋刺身，好扯哦！我要买这个，这个。超爱吃的生蚝，它生蚝好大颗哦，店长推荐，必吃。这手抖成这样，刚刚惊人发现居然有甜香，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像妈妈，就想吃。我们刚刚已经买完微风的超市的东西，然后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。第一个是我很喜欢吃的鳗鱼，我不太爱吃鱼，但我就爱吃鳗鱼这样。鳗鱼。还有这个是 Yuna 的生蚝，下次也会想要带大家开箱，就是我很爱的生蚝，是上瘾水产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先吃。天哪，那我要吃了，我有加一点山葵。哎，你今天这个表情好像有100次，好鲜，超鲜甜。超新鲜，我要来吃第二个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超大的，这超大。大家不要揍我们，你赶快来就对了。小姐很浮夸，我超喜欢吃鳗鱼，我还买了一整条鳗鱼，我决定下礼拜便当就是这样。
我们今天整体逛下来，觉得微风南山就是美食真的非常多，而且我们几乎没有踩雷，就每一间真的都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真的有蛮多在其他百货公司没有看到的，就是店家。如果大家喜欢甜点啊，或者是有点类似日式的美食，都可以来朝圣看看。